蛤蟆都会有人帮我分呢，爽。Lady Lucky Smile。这就是那第五次的魅力。应该要15了吧？我感觉我没想到很虐、欸。好、哦，上路。哇，居然没死，好帅！这就是秘密，怎么这么难赢啊？这游戏有这么难赢吗？很重要啊！你看我们两路赢，每路都赢，然后这把又看起来要快输了。我三件大装15分钟，然后这把看起来快输了，这其实很奇怪。没法分明明到从到底都觉得要输啦，而且其实我们阵容强开很怕布朗姆。落地蓝牌，太快了，打
白真的钱好多、哦，哇哇，这样亲到我了。 哇！对，那波玩的不错，这就是 AD 吗？哇，怎么都被清到啦？真重！ 没有用啊，刚刚那波就是要击上啊。 不是坦，是我们切坦速度会输他们，而且我们上路也是爆输的。